9月20日，陈慧琳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沙田马场30周年开幕典礼，并当场献唱。表示今天身为马场忠实粉丝的老爸也跟自己一起来到了马场，自己也会托老爸帮忙买一些马，表示对马场的支持。今天我爸爸来了这个马场，因为他是马场的忠实粉丝，所以他现在已经应该在马赛里面在很紧张了。那我等一下有可能会叫他帮我买一个一些马吧。婚期将近，凯磊透露自己在婚礼当场会穿着两套婚纱和一套红色晚礼服，而其中一件婚纱耗时长达2个月，刚刚制作完成。对呀、做了2个月的婚纱终于完成了，所以很高兴可以看到这个很漂亮的婚纱。那一天其实除了这一件做了2个月婚纱，还有穿另外一套的婚纱，还有一套是红色的晚礼服，总共3套衣服。